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华新艺术频道。那今天呢，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古筝老师。当当，Hello， 大家好。那他呢，就是在韩国呀非常丰富的艺术演出还有教学的经验哦。他来韩国时间比我还长，所以呢，他的演出经验是非常丰富的。然后不仅在韩国的大大小小的活动上有演出，然后甚至还在我们的大使馆呀，还有很多重要的这些会议、大型的舞台上都有演出的经验。当然呢，他也做了已经有15年的教学的经验了。所以呢，如果大家真的想学习古筝，它真的是古筝，这是多少级来着？十级啊，古筝十级啊，我是九级吧？啊，十级，十级在我心中也就是十级，好吗？所以呢，如果大家也想啊入门学习古筝，然后哎可以去练习一下自己的特长啊，擅长一门就是有一个乐器呀。又或者是陶冶一下自己的情操啊，都可以来加入我们的华新艺术培训哦。如果要学习古筝，就找一下我们的索老师。快来哦，加入我们，联系我们哟，快点加入我们。